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快车班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延续上节课的内容往下走，教我们九节鞭里的基本动作，同样也是教三个动作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。来，第一个动作，缠头。缠头呢分左右缠头，我先讲向左边的。好，先做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再看一遍。讲一下怎么做，其实呢很简单。第一就是你要把你的这根缠过来，缠过来之后呢，有个力量是顺着这个力走的，所以说你要顺着这个力往上抬头，然后呢上你的右脚转身，哎，就过来了。再看一遍。注意，就是一上，然后上脚转脖子，然后打开。好，这是左缠头。好，接下来讲一下右缠头。右缠头呢，就是向右边的，其实是一个道理。啊，一二三，好，再看一遍。一二，好，再看一遍。好，讲一下怎么做这个动作。其实这个动作呢，和左缠头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只是缠住头，然后呢，向你的左脚转身，向过甩，然后，好，再看一遍。好，一二，好，再来。啊，这就是右缠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连起来，左右缠头一起做。好，看一遍。二、四，好，再看一遍。好，这就是左右缠头的讲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一下双缠腕。好，做一下示范。好，这边看一下。好，再看一遍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其实就是，缠完你的右手，然后缠左手。看，这边有个这个，缠右手，一、二，上左脚，然后打开之后呢，缠左手，啊，缠左手过来。好，再看一遍，一、二，到这边，打开，一、二，过来。好，再看一遍，一、二，过，一、二。好，过来。好，这边看。一二转，一二过，二。好，注意就是这边缠完之后啊，看，缠完之后转身过来的时候上步，一二打开，先打开手，然后呢这只手过来，缠住之后呢从上往下断，然后上左脚，好，一二过来，上往上断，上左脚，好，这个就是双缠腕的做法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动作给大家做一下，第三个动作会比较简单一点，劈鞭，看，劈鞭，好，做个示范，大家看一下。
啊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一看就懂，但是要注意的时候就是再往下劈的时候，你要是劈左边上左脚，劈右边上右脚，比较顺一点。你看，劈的时候左手在这个位置，一、二、三，过来，再看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做的时候这个边尽量不要歪，就是一个中线，一、二、三，不要歪太大，控制不好，动作就会歪掉。好了，今天呢就是这三种做法。今天呢我们讲了左右缠头、双缠腕，还有劈边这三个动作。双缠腕稍微会难一点，左右缠头呢要的是一个技巧的力量，劈边呢会比较简单一点，但这些都是基本九节鞭里面最基本的动作。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看懂、看明白这个技巧，去尝试。还有就是要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受伤。我会把我的 email 放在屏幕的下方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包括意见，随时给我来信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下节课再见。